可以拍，你这样子拍，我都没有听过我的音乐，你明白吗？或者你可以报警哦，叫警察的影片。叫新民的过来吗？我们可以叫记者过来啊。可以吗？我们有这一方面的联系。你也可以是，你也是可以报警，因为我知道新加坡法律啊。我欢迎你。你这边点啦。现在在这边接着。来吧。而且我们要要求的收据，你的店员一直不要拿收据给我们，是怎么回事呢？你们有收钱，应该有收据嘛？为什么你不给？天，你的大哥走了以后，首先我要跟你讲清楚的一件事，我的同事把这些东西搬出来的时候，是你的爸爸自己走到门口来，不是我们去拉他。而且我们的同事在跟他做任何东西的时候，一定是有跟他讲价钱的。如果说没有跟他讲价钱的话，我们是不会乱做。不要紧，这个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。现在我们要求的是收据。可以呀、啊。给个收据啊。叫你父亲在那个名字啊、电话那些全部写好好了。为什么进去你没有写要现在才来要求？而且你们已经收钱了嘛，在新加坡的法律，你收钱一定要给钱啊！你我收据可以给你，上面你写好你的名字、电话，还有他的一个签名，我可以给他。可以啊，可以吗？你拿进来，我不需要你的，我要你父亲。好好，可以。给你。这个跟他发给我，我就给他拿给他。好了，我在这边，他叫我填那个填爸爸的资料给他填填呢。填资料就是他来这边洗脸的资料啊，他的姓名、他的 number、地址这些。你跟他说，前面没有写，人家地址怎么都没有写，太惨了。他跟爸爸。我用他的那个讲，他讲给那个老五号头，五号给了200多，一亿四十个。他的经理是吧？就是他，我他要收据，他要爸爸的那个资料，他才可以给收据。不要什么都不要了，因为有收有那个，我们有那个银行的账的资料就可以了。好，对，这么好的去了？拿那个资料。什么资料？让阿公填填做一些，我现在还打电话给高斌，问需不需要什么。好。OK， 钱直接拿去，他哪里要还？资料不要填啊！资料不要填那点，资料填自己。